咕哩吃乌龙晚安，卡丘晚安，嗨嗨，啊，我来捏一下，九蛋晚安。捏一下，捏一下，捏，好，捏在这里。嗨嗨，我不是本家丽啦。嗨，手滑哥晚安，小易晚安，宏伟晚安，健健晚安，熊晚安，硕西晚安，对呀，手做的，原本想要让它更缤纷，可是有点来不及。我想用其他的那个，我想用平板看一下留言。晚上好，こんばんは。吃饱啦，我吃饱了，我吃饱才来开直播。是吗？他在台下，我来看一下。在哪里啊？嗨，教主，晚上好，幼师，晚上好。小晴，晚安安。好，是不是应该跟那个妹妹说一下晚安？涵涵晚安，哈哈，妹妹晚安，好害羞。大家晚安安。晚安安，涵涵晚安安。今天用手机开，所以害我那个要看留言都要靠很近才看得到。こんばんは。ありがとう。我们等一下晚一点再进主题，大概我看一下哦，大概八点，哎呦，对，破多一点啊，500人的时候再那个进主题好了。嗨，草莓酱，嗨，幼喵，晚安。靠近不好了，这样脸看起来很大哎。大家晚安安，你们吃晚餐了吗？吃什么？有没有吃饱饱？谢谢草莓奖的爱心，谢谢。冠如晚安安，太近，好，那我尽量远一点，因为没有办法看呢、啊。平板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看，再来试一次看看，自己有办法看得到自己的吗？可是我之前用平板开，然后用手机看得到哎、欸。刚吃饱吃烧腊饼，好吃吗？近一点好吗？
こんばんは。谢谢。耳环很好看。耳环不是我的。学校便当，学校便当吃什么？烧腊便当啊。你们对于这张手做的觉得如何呢？我没有打本家丽哦，打李家丽哦，这是那个，这是那个用那个电脑啊，然后再把它就是剪剪剪剪，然后其实我原本想要弄那个就是更精细一点，可是我原本想说还要用就是做纸雕之类，就是啊耶耶，哎耶耶耶，耶耶做纸雕在旁边这边就可以有一个小人人之类的。晚安，空班哇！谢谢手滑哥，下次我想把它弄得越华丽越好。好了，也不是啊。对啊，因为我那时候我原本用粉红色的字，然后后来那个妈咪就说，用粉红色的字就是如果直播的话，那个颜色会被吃掉，会看不到。不是不是本，是李佳丽，不是本佳丽。耶、yeah, ，谢谢大家。こんばんは。哎，真的吗？我少打一个吗？对不起，那我下次再重做一张。姐，遮住不要看。不是，我姓李啦。是李佳丽，那我下次是不是应该要括号旁边写个本佳丽呢？还是要写本玩佳丽？不是本家姐妹啦！哎呦，你们都这样！李家姐妹，李家姐妹，李家姐妹，下次是不是要画本玩好，还是要画栗子好？本丸，本丸，本丸加栗好吃耶，饭团好吃，栗子也很好吃。本丸脸，好哦。本丸脸，本丸，有没有个栗子？栗子，栗子，这样是不是就变栗子？本丸栗子，嘿嘿，草莓奖怎么多加一个本呢？李啦，是李，不过你们要叫本家里也可以啊，本丸家里也可以哦，嘿嘿。本丸，什么本人看得很开心？你说那个吗？饭团。饭团，谢谢手滑哥，可爱。饭团赞，你们觉得还要加什么啊？会不会远看还是看不？我知道这里打错了，因为我原本是用那个语音念念看，然后结果他有多打一个那个呜，然后结果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奇怪，所以我又把它删掉了。所以有那个吗？我好像少打一个，因为我把它删掉了。你们觉得如何？要不要再加一点？这边加个栗子，还是要加本丸？然后这边是应该再写个本加栗之类的。这样吗？这样子。加栗库里。原来本是饭，什么意思？本。不是啦，欸，本，对啊，饭啊，饭团加力 ，wink。嗨，本草莓酱，草莓酱，本草莓酱。下排的字还是看不清楚吗？因为为了要让那个李佳丽看起来显眼一点，所以下面就有点把它缩小了，还是我把它。
贴住了。这样子，有看到吗？这里还有一个小蝴蝶结哦，超可爱的。有拼 office 哦，不然大家平常都拼错吗？没有，才不会。那我把它多粘几下好了，这样才不会把油漆粘起来。本丸里面包栗子，那是甜的还是咸的？欸，这样有对吗？好像要再过去一点点。这样吗？好，好，粘好。耶，嗨嗨，我是不是应该来损一下妹妹？既然她都在楼下了。哦，你说这边吗？好，那我下一次再改版一次，再重做一次。啊，这样是不是应该要找那个 B4 的那种比较大一点的那种才够用？日文那串写错了，好。是的，我会再去改，因为就只有在学校学过简单的五十音而已，所以再请大家多多指教咯。为什么手滑哥变本手滑了？怎么那个本玩家力这么吸引人吗？好，那我知道了，我下次再重新再做一张好了，就是再做一张新的，这个就当做一个，就是往成功道路上的一个什么，一个试验品，也好像也不是试验品，但讲得有点奇怪，就是当做未来可以再改进的东西。没有啊，妹妹没有感冒。嗨，来客晚安安。嗨，库里。跟风什么？怎么变本熊了？本佳丽，耶、yeah ！对啊，太酷了，大家都改姓本。我来看看有没有办法。本彩杰，本佳杰，怎么大家都改了，都改姓本了？本手滑，好好笑哦！怎么大家都改姓本了嘞？本彩杰，本佳丽，本家姐妹。哇，新绰号吗？他太酷了，太酷了！全都同一个头像，什么意思？就是全大家都改一样吗？这样是不是很酷啊？大家都改一样。こんばんは。本草纲目。这太有梗了，这太有梗了。本熊改名一波，大家都改姓本。本丸姐妹，没有啊，妹妹比较瘦，我的脸比较有那个本丸的感觉。我还蛮想要的，全部下面同一个头像是什么感觉啊？没有看过哎。你们要不要就是大家都换一样，然后再把它截图起来？耶、yeah ！改姓本，
吃土的头像是什么啊？哪一个是吃土的头像？怎么大家都换成本了？变那个本的大家庭，本本，那是什么啊？吃土的头像。哎，我来，等一下，等等，我来看一下。诶，在哪里啊？啊，在换这个。本应仿秀策是我祖先。怎么大家换这个？好好笑哦！吃土，不要吃土，不行吃土。好好笑哦！大家换一样的，可以那个、啊、第一排大家都换一样的。有没有可以换别的啊？就是那个有没有就是那种可爱的那种，可以让我截图一下的那种。甘苦人头像最近比较红，大家最哎、欸、到月底了吗？哎、欸、没有啊，应该哎、欸、到月底了吗？24号，嗯，快月底了，快再撑一下就发新日了，是吗？应该是吧。麒麟王，对啊，月底了，等待等待发薪日吗？发薪日那个月初之后就可以觉得那个好好吃一顿大餐，然后到月底的时候再来吃土，好像也不是这么说。最近都走干枯风，你看那个就是留言串啊，那个旁边一串一整串都是那个，就是那个是什么甘苦人的那个吗？就是吃土的那个头像，好笑。真人版的麒麟，其实我没有看过麒麟王，可是我知道这个动漫。本丸姐妹的 ice key。找途中，谢谢手滑哥的爱心，送你一颗本丸，哈哈。猫咪喵，我比较喜欢熊熊，虽然我不知道熊熊的叫声是什么。妈，不是这样，是狗狗。一二三，耶！猫咪喵，喜欢猫那个猫咪。谢谢手滑哥的不倒翁，哪个造型啊？动物类头像，是什么东西？大家会都有啊？哎，哦，猫咪好可爱哦。造型丢种子才有，是要怎样才会拿到新的头像啊？一注册，那要全部都换一样的吗？有哪些啊？还是全部都换那个？哎、欸，是爆炸头大家都有吗？是吗？哦，原来，来换一个大家都有的，你们觉得要换什么？换一个大家都有的。好啊，好啊，换爆炸头。有些台会提供头像。好啊，我们一起换爆炸头。这样会不会下面就那个？都是爆炸头，感觉应该会很配合，对，不对，就很配合，很厉害的感觉。
从直播台个人档案可以看到有送的造型哦，真的吗？好酷的感觉！嘿，爆炸头，好酷哦！天哪，大家都换一样的邪教，不是，那是什么？本家本丸教，我创了一个新的教，叫本丸教。那个专属于李家姐妹的本丸教，爆炸头，爆炸头，好可爱哦！哇，好多了，下面已经有好多了哎，有好多颗爆炸头。都是粉红色的头顶，天哪，好酷哦！对啊，零一应该零一来的话，就是那个爆炸那个本丸教爆炸头的那个。零一，零一，赶快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呀呀！没想到，没想到本丸教的那个回响这么热烈呢。鸭子，鸭子是什么？嘿，真的好酷哦！大家都换那个。教主在台下，教主有换吗？零一有出版本，好酷哦！可是怎么滑不太下去啊？诶，妹妹，赶快丢星星！丢星星，对，好酷哦！啊，截图一下，爆炸头海，很多灵异围着他，太酷了，太酷了。等级提升也会送头像，原来如此。所以是去别人直播看那个监看，然后丢星星就可以有了吗？刚开始就丢完了。对啊，这样很酷哎！大家都是爆炸头。嘣！教主在中间。诶，这种手机它没有办法放大。别人的直播丢一颗星星，哦，嗨，今日生，标题有打配信的丢一颗星星，哦，原来如此，爆炸头。大家都是我的爆炸头粉丝耶！真的太酷了啦，底下都是一片红，爆炸头。こんにちは。你们是那个头像太多，所以要找很久吗？台上的左边。等待着台上全部换成那个爆炸头的那一瞬间，一定很壮观。记得啊，记得几颗布丁，晚安安。大家都吃晚餐了吗？我吃饱了，所以等一下可以寄出。食物招式，
所以大家可以开始准备那个了，可以开始准备食物。我要来分享一下我上礼拜日去九份的时候，这个头像在最旧的一页。扣铃一来，180个头像哇！我看我的我因为我现在的头像好像是那个，就是三色玛吉的那个，我觉得那个好可爱哦。然后上面做一个女生的那一个，这比版本草纲目还累，什么东西呀、啊？吃饱了，工作偷懒中，看我直播吗？好害羞。谢谢草莓讲的不倒翁，不倒翁倒，哇，有饭团的造型吗？也太酷了吧！爆炸头是 level 5的奖励，本草纲目，好酷哦！三色丸子，因为我现在的我自己的头像就是用那个、啊、三色丸子。所以我觉得三色丸子很可爱，应该是我等级还太低，所以只能拿到那个，就是那个头像当中那个三色丸子最可爱。你要换一下给我看饭团长怎样吗？可以大家一起收集本丸，然后我们可以那个，就是以后我或妹妹的直播，大家一起换成本丸的样子。本丸可以去丢种子拿头像，哇，快了快了快了，好像是差几个啊？差五个人吗？差四个人，哦，一二三，差三个人，三色丸子，对啊，卡丘，对啊，是那一个，台上的爆炸头。好啊，也可以换三色丸子。三色丸子大家都有吗？谢谢 Y 的爱心，是 Y 吗？还是 R？ 应该是 Y。大家都有三色丸子吗？这样是不是换？但是换太快啊！先换回爆炸头，好啊，因为我们晚一点的时候再把它换成那个好了，再换成那个三色丸子。哦，那你们现在要那个爆炸头还是要三色丸子？我觉得都很可爱欸。好，要不要进入本周的主题？本周的主题是分享一下我去九份的心得。那一天哦，这还蛮热的其实，而且我们好像原本说10点要出门，然后结果我们又摸到2-3点才出门，然后我们就一起坐火车去了九份，然后去那边之后咧，我们就开始拍照，拍很多美美的照要上传，然后去当一下伪千寻，千寻比较可爱。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吃午餐就去九份，然后所以我们到那边就先去吃午餐，然后结果殊不知吃完天就有点暗了，然后光就没有这么自然，然后我们还要去吃那边的芋圆，然后因为很热很闷嘛，然后所以就加上那个就是冰跟芋圆，就觉得哇好好吃。爆炸头比较好照哦，爆炸头比较那个吗？等 level 比较低吗？ level 比较低就有了，13个爆炸头，这样很酷欸。但是这个是特别，大家可能没有三色丸子，看久了就习惯了化妆，我化妆也是。就是近几个月来才练的，所以可能也没有画得很好。抽奖不容易，
神隐少女吗？对呀，还没抽过金色球。那个头像是写李吗？丢种子，种子是什么？啊，不然爆炸头就好了啦。我、哦、好酷哦，他爆一个李耶，秃头会比较多，什么东西呀、啊？是吗？三色丸子，好，我会加油的。本，下次在这边要括号写个本字。有的抬进去不是双星星，哎、欸，真的还假的？真的还假的？可以收种子，好酷哦！学了下载，以前都要写这个，我就有哦。三色丸子，对，这是某台组的。好酷哦！原来现在还是有点不太懂那个头像到底要那个，就是算换新的城市吗？跟之前 Life Me 的时候不一样， Life Me 没有这么多那个头像可以选，我觉得这样比较新鲜，就是有不一样的内容吗？台上快被攻陷了，对呀、啊，哦，那个饭团好可爱哦，好可爱。大姐，我肚子饿了。然后那个手上就会跑出很多很多的那个金子，你要吃吗？太可怕了，不能啊，不能，大家都改一样，这样我会不知道谁是谁。本丸图可爱，饭团。饭团加力，对呀、啊，不能改名字，改下去就不知道是谁了。谢谢星空大，谢谢。不行啦，李字也可以啊，只要那个两个我都知道，写李写本都可以。本家姐妹，别全部都加 TV， 一旦到时候我要在前面找很久，没有，你们可以全部都可以改本什么本什么本什么，这样我可以知道一秒认得出来。这是日付金，收下吧，我们现在是你的客人，我下吧，对，怎么马上切换模式了嘞？本手滑，对啊，改本，我觉得改成大家都改本什么也很酷哎。那我是不是也要改一下？本加力，本玩加力，粒子，耶、yeah! ！我觉得改本很酷哎，就是不太会有重复的机会。台下还是一片爆炸头，有个超酷的。怎么了吗？悠悠，都是一片的那个吗？一片的爆炸头，还有本。哦，对啊，台上也有。哦，有那个哎 ，Good Day Tama。好可爱哦！台上也有，中文难吗？我从小时候就学到现在，应该是还可以啦。本金德，好酷哦！蛋黄哥，为什么会有蛋黄哥啊？有些很多头像是。就是卡通欸，为什么可以有卡通啊？爆炸头，本熊，本加力，
我觉得本家利这是一个创新的想法吗？哦，用买的，原来，所以有些是用买，有些是那个，有些是送的，有些用买的。没有爆炸头，可以改一个日系。哦，对啊，可以大家都改一样一样头发的颜色。有些头像用买的，原来如此。好，幼猫拜拜。今日生你好，你要不要改成那个？改成本呢？头像，对啊，有些头像都超可爱的。啊，是那个下面还有看到一个大嘴鸟的头像哎。本彩姐。对啊，我们现在已经是那个本丸姐妹了。爆炸头等级我才在。哦，所以等级很高吗？对啊，有一只大嘴鸟啊。你小时候会看大嘴鸟，而且它最哎是开头还是结束会教我们画那个大嘴鸟？一颗圆圆，然后嘟嘟嘟嘟嘟嘟嘟，然后画个眼睛，尖尖的嘴巴，然后跟鸟一样的脚。大嘴鸟很可爱，日文怎么学？我也还在学，现在我是先学五十音，就是跟着学校的那个日文课吗？对，日文课学的。结束？什么结束？好了，我们来本日生，涨到47级，也太厉害了吧！到处丢星星，升等就要很快。哦，原来如此，还在18级，加油，赶快丢星星就可以了。丢星星跟看别人的台就可以了。升等，空班娃，晚安。我们来进一下本周的主题吧。你们比较想要听九份，还是比较想要听就是我比较擅长什么球类运动啊？收集星星，可是就是不是每一个就是每一台看一下吗？晚安，本玩人，本玩。账号才25级，加油！多看一点那个成员们的直播，就可以升等升很快，耶、yeah! ！九份好了，好啊！进去看未来，一下直接没看。哦，所以是只有那，就是比如说今天直播，然后刚直播的，就进去第一次看才有。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耶、yeah! ！加油，你们可以多看一点我们的直播，就可以升等。对啊，我又破音了，破音小公主。为了上台就收星星的好功夫，到处收星星很累。就每一台都要看一下，可以按推文用推特收星星哦。哦，原来如此。名古屋。哦，每天第一次看台才能收星星。等一下来看阿潘的直播，好啊。等一下我也去踏踏好了。不喜欢。我不喜欢我的推特发布一些什么没我没兴趣的文章。哦，原来进主播台可以5×5星星再按推文。哦，好酷哦！每小时星星最多收一次可以的，追踪也会得星星。
好，本草莓奖，拜拜。所以是现在要走吗？还是还会再多待一下？推特是新办的，但记要记得你的推特要附上一个附上，不然什么东西呀、啊？专门拿来收星星账号，星星的推特账号，这太酷了吧！分享还有星星可以拿。本草莓奖，对呀、啊，草莓奖再留一下嘛，再留一下，再留一下。こんばんは。好像，怎么大家都用那个啊？用那个推特账号来那个分享？我是用推特账号。哦，原来如此。《本草纲目》这真的很有梗诶，《本草纲目》推特比较快，推一篇就那个嘛。好了，九份哦，我们有去吃那个芋圆，就是芋圆冰啊，因为还有芋圆、地瓜圆还有绿豆圆，就吃那种综合。然后我们就买了那个地瓜圆跟芋圆回来煮。然后就是自己在家，就是加糖水煮啊，然后看是要配那种那个罐头的牛奶花生吃，还是要那个就是单吃也很好吃，把它冰进冰箱，冰冰凉凉的也很好吃。推特，什么转推就可以走人？什么推了就跑？什么东西呀、啊？哦，分享之后再去删。豆豆酱。哦，嗨，我会改，因为那时候还那个就是不知道，我会再改一个新的版本出来。对啊，整那个，因为像就是你们头像都改一样，所以我要。更靠近的看，去看那个名字。推特，对，真的有一点呢。你们好厉害哦，拿星为了拿星星，然后开了这么多账号。对呀、啊，因为我们刚才说好要一起换头像，换成爆炸头的头像，升级很快。近点好，转推大概就是分享哦，因为我没有用那个，我没有用过 Twitter， 所以我不知道。好像本家丽，本小丽子看起来像本家丽，本小丽子，这个本家丽真的太有梗了。好啦，那我们来分享看看体育，就是现在学校不是都会上体育课吗？你们最喜欢上什么体育课？就是有篮球、羽球、排球、桌球、游泳、田径，还有什么？应该就这样吧。这几种你们最喜欢哪一种？我最喜欢上篮球课，我喜欢打篮球，可能跟我的那个形象有点不符，就是。以前国中的时候啊，就是我跟我同学们都比较常打篮球，大过于打其他的球，就包括羽球也比较少打。然后，就现在到高中啊，我发现大家都是打羽球跟排球，然后就觉得，怎么这么少人会打篮球嘞？因为以前就是在国中的时候，有跟班上的同学一起参加女生的3-3。就是连续两年都参加，可是嘞，第二年的时候啊，就是毕业前，我们叫毕然，然后毕业前的那一次，我居然中了 A 流还是 B 流？对，我中了 A， 应该是 A 流，然后就生病，然后我就没有打到我的毕然赛，我超难过的哎，因为
我们也为了那一次必然练超久的。我一直想说，我到底该不该抱病去把它打完？后来想说，还是不要好了。然后结果就让那个另外一个同学代打上去，结果第四名，超厉害的。怎么大家都比较喜欢羽球啊？大家都喜欢羽球？桌球，本丸接力赛，拿着饭团当那个接力棒吗？丢饭团，还是那个玩那个那个垒球吧？就是饭团当球丢出去。耶，1000人！篮球跟跑步，我不喜欢跑步，我也不喜欢游泳。对啊，我喜欢，我不喜欢游泳，应该是说我不太喜欢，就是我会有仰视，我只会有仰视，因为我不喜欢就是水淹过头的感觉，而且我不喜欢看不到天空的感觉，所以我不喜欢走那种就是地下或者是就是像游泳自由式什么蛙式，不是都要看着那个吗？看着游泳池底，我就会觉得很可怕。我一定要看着天空，我才觉得比较好。我比较喜欢看得到天空的。然后我来想想还有什么？哦，羽毛球应该算我第二个比较会的球类，可是就会有点抓不到要打的那个距离，就有点。怎么每次都漏接，很对不起我的队友。因为高中要考试，就是对打100球，然后是羽球跟桌球选一个，最后我选择桌球，因为羽球我真的打不到，超难过的，我真的超对不起我的队友。因为我那个就是他就是我的队友，就是那个女生，她就是体育很好的那种，然后我就觉得我对不起你呀、啊。我一直和你重来，就是大概到那种十几下就停了的那种，我觉得啊 ，I'm sorry 啊 ，I'm sorry， 我不是故意的。没有啊，没有，就是平常走路的时候看得到天空，就是比较不会可怕。我觉得看不到天空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感觉随时会世界末日一样。有空可以再跟你们讲一个，就是之前就是小小的故事，可以等之后就是比如说下一次的主题来讲这个好了，就是讲关于我怕就是世界末日这种东西。桌球，可是桌球我只会对打，如果要就是要什么杀球之类的，我也不太会。可是要如果要把它玩完，那个是稳稳的打完的话，应该还是可以。体育课都是全班比赛，什么意思啊？全班比赛，成绩依排名而定。哦。就比如说第一名是100分，然后第二名99分或98分这样子吗？也有打羽球的杀球吗？羽球我真的不太会，可是我很喜欢打篮球。虽然有时候那个打篮球都会吃萝卜，然后手都会很重，因为最高纪录好像一次吃了2只还是3只的萝卜吧。因为你看我的手其实很长的哦，嘿嘿，然后就是。怎么讲？我会有一点迟钝吗？就是我可以，应该说我抄别人的球应该算是还可以，可是就是要我运球不太行，因为我的手抓不住那个球，所以就是我可以我抄得到别人的球，可是当球在我手上又很容易被别人抄走。有啊，我家有屋顶，可是我家的窗户很多，就是因为我的房间这一面是有，就是房间不是四边嘛，啊，这两边是窗户，就是两面
就对窗户很大片的窗户，所以平常窗帘拉开来的时候都看得到天空。耳朵大大，对啊，我的耳垂也很厚哦。下次介绍那个我害怕的东西，可以顺便介绍我身体有哪些比较，就是比较特别吗？特别的地方。日本泡完汤都打桌球，可是我觉得我跟我如果跟别人打桌球的话，一定很快就被秒杀了，被盖火锅。对啊，我喜欢，因为我在国中的时候算是比较大只，所以就是走出去别人会觉得你可不可以不要离我这么近，这样压迫感好大。吃萝卜干也能刷通啊。哦，如果这萝卜干吃一次再吃第二次超痛欸。你们别这样，我要打球。然后哦，就我有一次，就是应该是八年级的时候，国二的时候，然后那一次也是为了要练八年级的时候的三对三，女生的三对三，然后就我们就假日跟同学约出去练，然后就是有跟就是跟旁边的人那个抱队打一场三对三的，然后结果嘞，我打到后面，因为实在是打得太激烈了，然后我的脚就开始抽筋，然后抽筋就算了，想说好，那我就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我过没多久，我又上场继续打，然后因为那时候已经快要回家，然后结果我回家在过红绿灯的时候，我就突然脚抽筋，然后脚抽筋到我已经没有办法走路了，然后我就扶着旁边的那个，就是路障之类的那种，然后我就扶着说，哦，我的脚抽筋超痛的，而且抽筋第一次比较好了之后，又第二次，就是过马路之后，第一次比较好，想说好脚动一动应该比较好，结果第二次又抽筋，然后那时候是我马路过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想说啊，然后我就抓着我同学的手说我的脚又抽筋了，然后我就这样一路抓着他的手说，先扶我过马路再说，快，然后我就一路这样，他就搀扶着我就这样过马路。我喜欢打篮球，可是我没有特别追哪个球星，可是就是大概就是讲那些球星还是会知道一些些啦，虽然没有特别追，可是因为我的那个很爱打篮球的好朋友，他很喜欢看那个 HBL， 所以每次跟他出去他就开始跟我洗脑一堆就是他很喜欢的那个球星，然后我就每次都听他这样讲哦，然后他就常常就去看球赛，然后像个那个小迷妹一样。对啊，我其实不管讲什么，我只要一激动我就会破音了。什么恐怖的故事，真的超恐怖的，我就打球打太激烈，能连续抽筋这么多次，我觉得我会不会就是没有办法走路，那时候真的是痛到一个不行。HBL 很刺激耶，虽然我也没有看过几次，可是我就是 每年大概都知道哪些学校赢，就是大概会知道。而我就是我跟就是其他女生不太一样吧，因为通常女生不都比较喜欢打羽球或者是排球之类的吗？我就比较喜欢打篮球，虽然打篮球常常什么扭到啊，吃萝卜，可是我还觉得打篮球，我还是觉得打篮球比较好玩。虽然我也没有，我投球也没有很厉害，可是就是很喜欢跟大家玩在一起的那个当下。HBL 女篮超好看，宁大，广科技。什么东西呀？哎，大家都换，现在还有几个？三个、四个、五个？哎，五个没有换。普门一枝独秀，但是
时候真的超可怕，就是一整个抽筋到没办法走路。然后哦，然后来讲讲那时候三对三好了。那时候三对三虽然没有得名，可是就是我们太低估了第一场的对手，因为第一场的对手他们在学校没有打过球，就是也都不知道他们派出的人是怎样。有一个真的超高的，然后他是我就是国小一二年级的同学，可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络。然后他整整高出我快十公分，然后看他的时候就要这样看啊，我觉得我已经很大只了，怎么还有人比我更大只欸？然后结果就，可是他比较瘦，就感觉就是一撞就会飞走的那种，就一撞就被撞去旁边的那种。然后我就觉得啊，他好高，我就反倒变成我压力很大，然后又觉得很可怕。虽然最后还是输了啦，不过第二年就是九年级，虽然我没有参加，还是有赢回来。哦，可是我们班那个，我们班就是我们学校八年级的时候也是三对三，然后就是因为我分女生跟男生嘛，然后男生冠军，然后九年级五打五的时候也是冠军，我就觉得他们超厉害，还有根本就不是普通人，就他们会在旁边就是教我们说要怎么打比较好，然后告诉我们比如说这要怎么晃过别人啊，然后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女生打篮球比较是跟着球跑，就是球在哪里就跟着球跑，他们会告诉我们你要一个手一个，然后就是不要一昧的跟着球跑，不然这样很快就会输掉了。本丸也很瘦，我没有很瘦啊，我超胖的耶。日本人你好，有了有了，什么东西呀？本熊全草上，又有本欸，是因为来到那个本加利的台多加一个本字吗？五个追一个，哇！不小心撞到那个架子，好像哦。啊，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就私底下在玩的时候，我们都因为那个就很喜欢 HBL 的那个女生，她其实篮球还蛮厉害，就是我们只要有球拿到都丢给她投，然后我刚刚讲什么？然后我们就常常。就是因为我们有四个女生很好，然后我们常常都三个打她一个，然后就算这样还是她赢，然后不我们还要打羽球啊，打羽球打篮球，然后我们都四个女生都会分两组，就是二打二，然后输的人要做一个惩罚，就比如说在别班前面大喊我叫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是在操场上面跳舞。就是在打扫时间的时候在操场上面跳舞，然后不然就是从那个自己的班，因为我们就是从自己的班，然后从走廊头一路喊到走廊尾说我是谁谁谁谁谁谁谁，然后一直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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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玩 2K 学篮球术哦。好哦，胖在看不到的地方吗？你说肚子吗？我觉得是胖在大腿，对，大腿太粗了。看到那个公式照，我真的，真的应该好好减肥了。台上快完成爆炸头连线，对呀，加油，赶快！还有几个？三个吗？这样真的很壮观欸，爆炸头连线。我是本加利，真的超怀念以前，因为现在大家都打那个羽球跟排球，我就觉得有点没有共鸣，就是没有，就是很少会打篮球，而且怎么讲，我打篮球的时候比较怕吧，我就很怕把别人刮伤，然后就是哦，在九年级打三对三，就是必然之前，必然赛之前的那个里面，因为我们好像是
从就是因为要比很多天，因为很多组，要从礼拜一比到礼拜三吧。然后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就我还不知道我的 A 流的时候，就是应该说那时候还没有症状的时候，因为我有症状的时候是在礼拜天。然后那时候就是礼拜五的时候，我就把因为我指甲我有剪哦，可是我指甲太尖，我就把一个我们班陪我们练习的女同学脸上刮了长长一条的，是刮她的脸被我刮到流血，因为我要去那个盖她的火锅的时候，手指头不小心刮到她的脸，结果她就挂彩了，我真的超难过，不小心把人家刮伤。没有没有没有，那是拍照的角度而已，上不了台。加油，多投一些星星就可以了。身高可以 cover 腿？哪有，我也没有很高啊，不像熊妹，熊妹真的太高了。结果大家都前面都改一个本呢，爆炸头完胜，耶！然后前面要改本加利啊，本那个本丸集团，本丸教，熊爪攻击，对啊，可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耶，就是要盖他火锅的时候不小心刮到他的脸，我真的超难过，我看着他的脸，想说。这会不会留下疤？我就真的超 QQ， 想跟他说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本金刚狼，没有了，那真的是不小心，那是因为我真的那个太就是沉浸在当下打篮球的时候，然后因为那时候就是要特训嘛，因为再三天就要比赛，我想说好。我就是我打篮球的时候会使尽全力去打，结果就不小心把人家刮到受伤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改标题告诉大家姓本，然后爆炸头，本家集团，对啊，我们那个本家姐妹是本家集团的什么？本家集团的，要怎么讲？教主不行，不能偷小琴的梗。本熊爪格斗机，然后真的不，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啦。虽然他现在已经好了啦，就我们大家，因为我跟他很好，可是把人家刮成那样，好像就是很抱歉啦。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董事长，对，董事长，本家集团的董事长。底下留言都是爆炸头，阿里嘎多，本家集团的本人。台上剩两位不是爆炸头，真的哎，剩两个，本 TP48，本家的公主，本公主，亮教父光明，这什么意思？增加爆炸头出现，爆炸头本董好，对，人家是那个李董，是本董，本家集团董事长姐姐，董事长妹妹彩杰，下次要帮他贴一张在下面 TP48 的彩杰，我不知道他的日文绰号要叫什么，要叫什么他比较大家比较好记。阿里嘎多，阿里嘎多，台下用力丢星星冲上来。本大公主佳丽好，你好，本公主。剩几颗星星吗？当教练就变本种，丽丽。阿里嘎多，我看不懂。I'm sorry。有没有人可以帮我翻译一下？我看不懂。
本二公主，那我是本大公主吗？本大公主，本佳丽，库里。反正一个小时又可以拿星星。本健健，哎、欸，你也改了，原本是健健改成本健健。本家集团，耶、yeah! ！本家集团大胜。本丸，本家集团，本家集团的那个午餐供应是本丸。翻译是本丸一颗，来，本丸给你，本丸，本丸，本丸，来，嗯。大公主需要翻译大军。对呀、啊，我看不懂。嗨，这是库玛桑吗？对呀、啊，真的，我要好好进修一下我的日文了。我发现我不小心上台就改姓。哦，哎，上在台上大家都姓本吗？哎，好像是哎。哦，没有，有些还是没有。哎，不过我觉得大家都是爆炸头已经很酷了。哎，哎，是不是差一个啊？差一个。看完直播我再改姓本。好哦。こんばんは。差一个，差一个。底下的大家加油。只差一个，不知道有没有在看。你姐，哦，可以耶。那他如果那个，就是他下一次 po 文，你们可以在那个文下面留言，我会跟他说，你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英文不日文名字要叫什么。こんばんは、クマさん。可能在挂网，不然应该就会下去了。ありがとう。哇，好酷哦！哇哇，大家都是，太酷了，太酷了，太酷了！一整排耶，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本家连线耶，本家集团。下次等那个妹妹直播，你们也可以让她连线一下。连线完成，开心，太厉害了啦！对啊，一人一颗本丸，送你们一人一颗本丸。嗯，本丸佳丽。一人一颗本丸，哦呦呦呦呦呦呦，差点被我打到。リサナノ，什么意思啊？日本人问你最近学的日语是啥？哦，啊，欧亚斯米，这是直播开台以来第一个学到的日文，就是常用的词。本家集团掌握，对啊，好酷哦！本家集团太酷了，本家集团，哈哈。三，三 K 三，三，我不懂，对不起，我看不懂。这样的条件可以召唤林，不知道林一在干嘛？希望他偶尔可以来我的台晃晃。看看，大家都跟他一样了。谢谢本幼师的爱心。好短暂的13的连线，哎，又有了哎！爆炸头要攻城略地了。米那米桑，我的最近后面，对啊，我后面写错了，我下次要改掉，因为还不太知道，对不起，我下次会把它改掉。
成员们都改姓本，本彩杰，本雅恩，瘦吧，可以找林一教，可以找林一教，教主太危险。爆炸头再度完成，本小丽有疑，但大家还真的都那个哎、欸，大家都加了一个本字哎、欸。对呀、啊，我知道我写错，我下次会把它改掉，就是再做一张新的出来。好，我会加油的。第二排冲啊，加油！第二排的各位大大们，本彩纲目记载。哎，对耶，本田又轩。哇，原来我已经有一个这么忠实的本家集团了。本佳宇、本佑轩、爆炸头、本丸族，我们成功达成了第一排是那个了。今晚发文吧，看看我看看。对啊，只有本田那个，只有柚子卡可以不用改，大家都要改成姓本，本佳丽耶。去见面。可以耶，你们可以大家都带那个不同颜色的爆炸头，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完成那个就是大家全部爆炸头海的那个壮观的奇景。有的挂机了，第三排靠第三排挤上来。新暴力组爆炸头本丸组，他是姓本还是姓田，什么意思？本家哪有，我才我昨天前天我昨天还前天才更稳呢，因为没有，我要找一下我不同的角度，所以比较少更稳啦。 TP48 本丸组耶、yeah, 本家集团哦，这真的太厉害了啦，这十三个那个十三个台上的十三个爆炸头真的太壮观了。ありがとう。本丸。好，大家看以后可不可以大家都拍一个那个本丸图，然后就有那个很多颗很多颗本丸。大家好，我们是本丸 48. 这太闹了啦。这太闹了。本丸 48.本家集团的董事长一号，本家丽，本丸家丽，哇，我有好多的绰号，十三个好像护卫军，这真的太厉害了，这真的太壮观了，靠近十三个朋友。十三个朋友们，我来了，太厉害了！然后第二排已经有那个一部分是那个啦，已经有一部分是粉红色的了，真的太壮观了！本今日生，太酷！大家可以赶快来第二排。然后这样就另外一种创举嘛，连第二排都是爆炸头了。对啊，超厉害的，真的是。哎，那个其他成员们还有玩过这样吗？就是大家一起换那个头像，邪教即将产生。有啊，本家集团。在几月几号，在2018年的5月24号正式成立本家集团。我看不懂韩文，我看不懂日本成员常玩，可是那他们换的话会大家都一起吗？就是大家都有换成一样的吗？本家王朝，这真的太酷了啦！
如果那天有人帮你设计专属个人头像，哦，好酷哦！你是说专属就是自己的一个头像吗？就是只有这一台才有的。十三本丸横练金钟罩什么意思啊？我好像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哦，他说喜欢台湾，说台湾 number one， 台湾 number one，TP48 number one， 耶！本家集团 number one， 偷打广告，本家集团，本府，台湾 number one， 也许你们画个吉祥物可以做成人头像。下面红豆，红豆，哪里啊？我来，下不去。哦，小栗子的头像，粉丝会去。原来如此，红豆君，太厉害了。可我觉得这样就很壮观，希望以后我也可以创造一个我的本家集团。我跟妹妹就是那个两个人的直播台下面都是那个本家集团的那个广大子民们吗？麦当劳业什么意思？本府包公子，哇，什么意思啊？自创门槛有点高，你是说那个吗？就是人头的自创门槛吗？希望未来我有办法达成自创的门槛，剩八个，第二排连线，第二排加油！不然第三排也可以加油，来第二排。对呀，看我有没有办法让大家都变成那个本家集团，耶！他好像是说台湾美女很多之类的。哦，谢谢 TP48 可爱的女孩们，还有正妹们也很多，欢迎推一下大家，推一下我们。参加活动粉丝的50万，不过是吧？呢？怎么还没刷到第一排？加油，刷星星刷到第一排。对啊，我播到9:30。嗨，库里，库里。第二排有些在挂网。可以回，卡萨米达。台湾帅哥，台湾帅哥，有啊，台湾帅哥还蛮多的。台湾的男生是比较贴心吧，就是比起来应该是，就感觉就是比较贴心，就会帮什么女朋友拿包包啊什么之类的，应该是这样啦。基本上我要活动你五三家里的台应该没办法。哦，原来就是粉丝要去咖啡的，因为他们还没见过。对呀，我觉得就是跟其他别的国家比起来嘛，就是觉得好像还蛮贴心的，就是会帮就是自己的女朋友做很多事情，就是看网络上的那个就是贴文之类的嘛，就是大家就是会感觉就是台湾人是很贴心，会帮女生拿包包啊，然后就是不舒服的时候帮她就是做很多事情，就觉得哇，台湾的男生其实很贴心的。什么示范？什么示范？什么示范？什么？
分弯。没有没有啦，就是怎么讲，就是有时候节目，就是电视上的节目，不是有时候都会有别的国家的来分享，就是自己人，就是自己那个国家的人跟台湾的男生有什么不同，就是像这样子的比较，我就会去看，因为还蛮想知道其他就是不同国家的风情。耶，2000人，示范丢他。对，没有，我可以那个准备本文给大家，是这样吗？WTO 很常说台湾的，哦，我会看呢，就是像那种，像那个 YouTube 如果上面有那种影片的话，我也会点进去看，就是看每个国家不同的风俗民情，看得懂哦。对呀，在讲 WTO 前面没有啦，刚刚不是啊，刚刚是在讲就是台湾男生就是很贴心。本丸啊，本丸里面要加东西吗？还是就是一颗那个就是饭，然后捏成本丸而已，这样就不好吃啦，是要加个梅子之类的。欸，是不是差不多了？好像应该来念一下咧，念一下排名。现在几点了？9:24。好，重点是说里面的新住民说台湾的好。对呀，台湾人很热情又很贴心的。用日文说，可是人家不会说。好，念排名，真好呀。发布台找机会联署，本丸头，好，来念一下咯。第13名是。啊，欸，阿布的毛怪，然后第12名是本佑斯，第11名是 Younger， 第10名是，欸，看不到，欸，第10名是花生糖，第，欸，看不到，第9名是本手滑，怎么大家都改了嘞？第8名是本林，第7名是本 Spring， 第6名是本硕熙，第5名是本博汉，第4名是本熊，第3名是本人是白目人生，第2名是宁宁，第1名是本九蛋，耶！是前13名，大家好多都姓本哦。本丸，对啊，因为大家都长得一样，然后都是本什么本什么，我就要这样很那个眼睛要张很大很大的去看。不会呀，不会呀，不会，不用抱歉。可以再丢星星，然后刷上来。聊天聊太开心。好，会的，以后会继续直播啊！大家还是要姓本哦，本家丽、本家集团。这样我们可以看你戴眼镜的样子。啊，对，真的，大家都姓本，然后大家都长得一样，我觉得这真的太厉害了啦！这算创。对我个人
来说小小的创举，就是完成的，就是前就是第一排的大家都一样。还好你们没有连名字都一样，不然这样我会不知道怎么念。刷不到，看来本魔法小卡，本魔法小卡是什么？下次不行，你们要一直挂着本性哦，要一直挂着。头像都一样，没办法发现掉下来。哦，没有，没有暴力，没有暴力，没有暴力。我人超好的，超 nice 的，我都不会欺负别人。可以那个，看看能不能大家，就是成员们大家都改姓本，本家集团，本丸组，什么啦，什么黑道集团，明明就不是，我们那么可爱。本垒板是什么啦？还有那个本草纲目。什么什么？本彩杰怎么了吗？本彩杰耶！默默的，本家集团就这样子聊了一个小时半。彩杰为什么要哭哭嘞？本彩杰，姐姐都叫本家丽，妹妹当然叫本彩杰啊。去上阿拉伯呢？本是龙根生，相煎何太急。对呀、啊，对啊，我真的不会欺负他，我对他超好的。像之前那个啊，那个就是社群的小编不是就有说我对妹妹超好吗？我真的对他超好的。相煎何太急？哦，我刚才想到那个，就是妹妹的名字在那个一首那个诗中有出现，就是那个愿君多采撷，采撷，对，然后她好像改了这个名字没多久之后，就被就是一直被说愿君多采撷。我哪有欺负妹妹？我没有欺负妹妹啊，对，我没有说谎好不好？我真的对她很好哎、欸，就是那个就是。妹妹只要一通电话，我都那个，就是晚餐马上送到。我没有人超好。哦，对啊，我改那个，我改过名字之后，我第一个绰号是后宫佳丽三千。QQ 怎么变后宫佳丽三千？我哪有把，我可以把它撕下来，我真的没有把它弄掉漆哦，我真的没有把它弄掉漆。此物最香是。采撷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应该没有记错吧？什么吃什么吃什么？此物最相思。愿君多采撷，后宫多佳丽，佳丽。吃本韩韩，本韩韩，韩韩，韩韩还有什么可以谐音可以联想到的？妹妹别激动，韩韩冷静啊！哦，按到了。哎，话说31分，好啦，再跟大家介绍一次啦，差不多要说拜拜了。大家好，我是 TP48 研究生李佳丽，绰号是 Coolie， 然后这是我的 IG。大家可以去追踪啊，虽然下面这一句写错了，不过我下次我会赶快把它改成正确的，然后用日文来介绍一下吧，简单的几句，开启我的大超模式。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私はジャリです。どうぞ。応援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可以补个日文，其实我还蛮想去补日文的，可是就是真的忙到快要爆炸了。对啊，下次见。下一次是那个礼拜天的5点哦，5点到那个5点开始，1个小时半。
要来找我哦，记得要换爆炸头，改姓本哦，那个大家一起来本家集团玩哦。本玩族，本一直刷到快，本主公晚安，可以看你想说什么就。好，那我下次再请你们帮我翻译。大家晚安安，晚安安。彩杰今天开始做星星，你是说那个吗？就是头像吗？好啊，这样下次换那个另外的头像好了。大家晚安，早点休息哟、哦。拜拜，怎么没有跳2400、啊？我在等他跳2400的那一刻哎、欸。大家晚安安哦，2400了，晚安喽，拜拜。